打一个巫毒。这是我今年学的一个阿公80几岁，是马格达爱港口部落的阿公。就是我们台北有一个，就是从港口部落到台北的一个女孩阿公哦，然后她很想要学阿公的歌，这样阿公已经过世10几年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可是真的很难。我们在学的，我们花一个月才把它学起来。其实很难。那我刚刚就试着想象那个浪，比如说浪比较大还是浪比较小，想象啊，因为，像我们睫毛，我们刚做完一个营队嘛哈，其实现在老人家生活就是很浩瀚呐、啊，我们学不到的，我们学不来，好，我认为很浩瀚的、啊。这两个字很少人用，很少人用啊。对对，要讲宇宙吗？啊，然后这个歌只是一个部分，然后阿公就会开始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就很多心事啊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交代很多事情啊。大家现在这是一个工作歌，在拉藤，这样。将来我觉得阿多摩有机会一定可以唱给大家听。好，下一首是